你打我就跑，我也不让你杀，我也不杀你，俺俩就和平发育。你要想杀我，那除非我打野来。他也不跟你玩，哎，他就跟你耗耗耗耗，他能耗得死你，他就耗耗不死你，你回家了他就不打了，他也不杀你。你把他们办了，那铁男我能不能打过？我能打过，可是铁男要浪费我1300块钱。这种塞拉斯不带征服者对拼特别弱，以前那种征服者塞拉斯还能难打一点，稍微他一级学的抠啊，我们可以随便的蹂躏他。不知道这小子二级学的啥。他要学的一，我译上去其实没啥意义。我估摸着前期应该是不好杀了，我们把线给他推进去啊。这银马防止银马过来，有2分50来秒了，银马可能要到了，把线给他推过去。谢谢啊，推了045，谢谢老板的大火箭。哎呀，这么早就有大火箭呢，谢谢老板的火箭啊。感谢感谢感谢，谢谢阿特呢，少了一个小兵，哎，无所谓了，一个小兵，有没有都一样，就是。你快升四了吧，上来干呢，放他出来啊。这努努去人家野区不知道干啥去，你往上走啊，这波现在塞拉斯都主 Q 的吧，你还真敢找我打呀，你是就努努不来，哎，你还能跑得了吗？就努努不来，这波我点炎你不死啊，这都敢跑过来找我打 Triple Key 漂亮 ADC， 这卢仙还是可以，我的天哪，谢谢老板的超级火箭，谢谢 Eternal 045的超级火箭跟大火箭，谢谢老板的火箭跟大火箭，老板大气，这眼儿差了。谢谢老板的超级火箭啊！你干哈呢？
有点膈应人呢，这人马呀！本来我这一波单杀，给我搞没了，给我踹飞了。把那十级粉喷牌 biu biu 了，给我封一下。人家老板送点东西，还不让送。哎呀，这是什么粉丝啊？这一看就是卧底啊，内鬼，把他封了，封他个100年，让他永世不得翻身。我打下18层地狱。这怎么的呢？这你说你开个大你都打不过我，你还跟我玩呢？把我大偷了，没打过我。根本他也不打呀，你说这。他就只能抠抠抠抠抠抠抠，就只能在那抠。出俩小布甲。真晦气，谢谢海护鱼一生。他就只能在这抠抠抠，就一直抠。你打他，他就一跑。哎，你说你打不打？对，我现在我就得给他放首歌了，我是。我给你放首歌吧。我没出提亚马特这波。
哎呦我的妈呀，被反斩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可以干，就杀这个，就杀这马尔扎哈。小胖子，上路兵给你了。你先把上路兵收了，然后我们打大龙，不是错了，打小龙。这滑板鞋什么意思呢？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就杀这刘，没事。我这不起飞了吗？这杀个人马来。不急啊，不急不急不急，把药吃了，别急别急，这波别急。这派克怎么在天上跑呢？这派克，这派克为什么在天上走啊？先把塞拉斯杀了，都一个一个杀，来勾一个杀一个，勾一个杀一个，咱也不着急。这不去了，追不到了，他有罩。努努死了吧，这仙人在天上飞，我们都是在地下走，他是在天上飞。塔皮来两层，不让吃啊，你不让吃，我们这三项钱不够啊，老妹儿啊，那我得把你杀了呀。你如果不让吃的话，我就只有把你杀了。塞拉斯来了，那算了吧，饶你一命，来个三项。现在我们才九级，其实不是那么很猛，关键我的经验让努努吃的有点多，你知道吧，努努都十级了。小心点啊，到了和平发育的时间点了。下路怎么空房了呢？人马在上路，那这波下路塔没了。好大，偷我假猴，是我太过于强大呀，还是说就这钻二就这水平啊？就感觉这钻十二的人怎么跟黄金似的呢？稍微一变就变个大，这不得老着玩游戏吗？我有跳弹。
扫一下。哎呀，刚才应该141胜了，再把打完142，没地方去呀，这也。现在只能推中了，上中下带吧，带吧，慢慢带。大银嘛，你俩还真就打不过我，你俩还真就还就不是那么很好使，只有你两个人的话还真就不太行。银马有红惩戒，银马怎么会出这红色的惩戒呢？等下条小龙吧。我估计他们让了，那银马都跑下了，都跑上路去了。我把这塞拉斯杀了。加油，兄弟们！把小龙拿了吧。哎呦，太猛了！太猛了，这队友。出点啥呢？来个提亚马特吧，再来个水银海，上路收兵。钻二跟黄金似的，那还不让人运气好点呢，真是。那我那不越塔杀他吗？还不让人运气好一点吗？那有个平 A 没出来，给我大给我那个给我断了，我就让他杀一把，他还是个251呢，他还能怎么地？给你失误，让你杀一把，你看你能不能赢得了？也不能赢，也塞不动，还是11级。只能混。看看这上路几个人啊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流头可以打起来，没事，就锤着流头。Nice！ 哎呦，水银四袋儿，哇，这么多水银！这派克玩的好。不太好推了吧，我撤了啊。这么大点个小球，他咋这么装呢？我上去是不是就上当了？应该就上当了，咱不能上。这波如果上去他有个加血啥的，我就上当了。
把你蛤蟆给你吃了，算了，不让吃拉倒。我猜你的针眼儿。还有个亚索的，那亚索一直在那发育呢，都十三级了。每一把都死一把，不够完美，不完美。这把要是我队友优势，他永远他也赢不了。永远，因为他就不会玩，他这不找机会，只能跟我农兵。你越劣势，跟别人越农兵，你越玩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人家把你杀了，你不去别的地方找机会，你还跟人一起在这农兵，农来农去，别人发育跟你一样，还比你多点钱，你说你怎么赢？赢不了。只能浓吧浓吧。